过年的时候来过图兰朵，这次呢又是有朋友第二天要回国，大家一起来这里面再聚一次。说实话，个人觉得这家餐厅菜品很一般，味道一般，就是它的这个装修比较宫廷式，氛围稍微好一点。还来蹲着呢，对，可以。哎呦，好险！